者林良生台北报道，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民调，行政院长赖清德满意度大胜总统蔡英文。行政院长赖清德今早赴立院被询前表示，总统工作更加艰辛，跟行政院工作不可同日而语，无法比较。台湾民意基金会昨公布民调，赖清德的满意度达 53%， 蔡总统仅有 33.5%， 而支持台湾独立的比率下降。赖清德受访时表示，总统工作更加艰辛，和行政院工作不可同日而语，没有办法比较，没有办法去做衡量。而支持台湾独立的朋友有时会因为一些情况影响忽高忽低，以往民调都是如此。此外，对于花莲县赈灾善款后续争议，赖清德表示，善款使用的职权本来就是地方政府，希望花莲县政府好好处理，好好对外说明，务必让每个捐款者感受到善款能被善用。